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一个这把尤里安邀请啊，看他要谁？九磅，没了，你开吧。这应该是匹配啊，匹配的，匹配我就练练英雄，看看这把有没有机会练一下李白。我李白皮肤体验3天时间啊，还有2天。露娜，哎，这个叫尤丽娜的小乔，练练李白。我体验皮肤还有1天23个小时啊、没人打野，我打野练练露娜，他还要学我，都不要说，都来说练练练练，我管他了，确定一下，呵，好像是体验皮肤，没有皮肤啊，感觉给李白不穿个皮肤打起来挺寒酸是吧？没有感觉，没有那种感觉的。千年之父，李白这么热门，怎么才3个皮肤？吕布好像皮肤很多哈，吕布啊，宫本啊。这个尤利啊，小乔用的这么高等级啊，小乔我都没这么高等级，两个法师，对面又有个李白。还有蔡文姬呀、我们这边有射手是吧？有射手他肯定会去打红，他去打红我们去打蓝，两个法师都去抢中路啊。咦，鲁班不打红吗？好吧，不打红我等一下去打。进来点，省得对方李白过来偷蓝就不好意思了。都过来抢，别过来抢，根本你抢不过我的。对，我专业打野的是吧？你老跟我抢野什么意思？忘了，我铭文好像都没改。哎，这个东西没人吃，我吃。你还是抢不过我。我这几个打完就差不多升一级了，升到4级啊，六个没人打呀，六个野怪打完，李白就升了4级，4级就可以开大刷了，那个。看我刚才加了铁剑、啊，这就慢出了那个寒冰成绩。看他，敢到我们家抢野，还敢在我面前抢野，姥姥正好撞到枪口上去了。哎，对方李白到我们家抢了，我到他们家抢了，礼尚往来啊。
哎呀，我的狼没抢到啊！这个孙悟空这么快跑过来，主要是我看到血不够多，没有那么大胆去抢。那我去打野了。杀一人不留行，我先打野，其他我不管，你们坚持住。我没蓝了，来，赶紧先把蓝打了，进来。还想抢？小小。小诸葛是吧？次次想跟我抢，不知道我是打野专家是吧？这个野怪最好留着啊，给刷中路的大好用。平时刷这个蛋，这个也就是一直留着吧哈、啊，刷这边的。没跑，也跑了，追不到他。这边没有刷大的地方啊。谁家的？他们家的？我们家的诸葛亮？我还是去刷大吧。又是空大，我要打野了，不能再打空大。哎，看我飞回来干嘛？没东西给我刷了。哎，动起来。我操，这给打的好痛啊！哎，我就没大了，没蓝了。还是手速的问题哈、啊。别把那个野打了呀！
那个也打了，我怎么刷大？有的时候打两下，他这个大总会搞歪的啊。哇！差点被猴子追到，猴子刚才差点看到我，他敲两棒我就死了。只要不死，我经济还是会发育上起来，发育起来的啊。我操，这么多东西飞过来。我们多打点野吧，刚才一直留着野刷怪是吧？我被动技能都没升到最满，升到最满的时候再说。靠，拿个助攻。我只会领会到一半的套路吧，应该有的他就追了半天，对吧？他打我，你跑什么？是在跟我说吗？怎么老是我没搞到一个人头啊？刷一下。好像不够距离啊。两个人开个大。5000多6000多，经济还是不够高啊。好了，野怪就不要刷掉了，是吧？野怪要留着发育的时候用。我现在把野怪打关了，被动技能也撑的差不多了。这个你来帮我打。这个主宰抢着爽啊。
不费吹灰之力把足彩打了，还抢了个李白人头。哎呦，那个谁快死了！烤死他们！哎呦我操！怎么还有人守在我那个地方？好不容易打的没死一次，就这样被人守死。不，对方应该也是在练李白啊。两个人打的都差不多。这边鲁班打的最好。哎呦，小乔有危险，小乔有危险，要死了。我真是服了，你这小乔服谁了？我操，这么倒霉啊，刚好回到我这里打，哎，我是醉了，刚出来就被搂死了，搞事情啊，死了一次以后死得特别快，主要我这边没有野怪给我刷呀，我想刷个野怪才冲出去打他，没招啊，又搞死一个，这只泼猴打死我们两个。这边野怪被清得这么干净，想开个偷一偷个大的不行，李白跟他正面打还打不过，一定要有那个猥琐的套路是吧？刷个野，然后有个大，刷个大出来，然后开个大，瞬间没了，就是千里不留行，对吧？他们下路塔还蛮坚固的哈，感觉中路有难。打李白，这个李白他不是我对手，因为他没我厉害，没我溜，跟我一样在练李白。这有狼吧虎不？哎，小优，你要个啥狼？我都没蓝了，哟，这边有虞姬，又没有野怪了。
这野怪怎么被清得这么干净啊？李白偷龙。果然这么多人进。偷龙，偷塔。哎呦我操！敲不过他。我还好还好，这一波差点就输了他。还是李白不太会运啊，坑了坑了。李白打得稍微好一点的话，也不至于这么被动是吧？怎么一个都这么猛冲上去啊？搞定一个，我操，好痛啊！还有个孙悟空，等待一下，跑吧。哎，他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奇了怪了，我躲在草丛里面的呀。开了挂了吧？他怎么知道我躲在草丛？这个人要死了。李白，对面的李白现在才刷到一个人头哎，他好像有个砖出不来，他没有条。我可以去打暴君是吧？你住个小桥吧。我操，一般就去一半血，我靠，猴子怎么这么伤害这么高？靠，出破军了，我操！我都没地方去，没时间去偷龙。
靠，猴子山也好高啊！我们那地方刷个大什么的。靠，一般就是。对面猴子怎么山还这么高？小乔走这个地方好危险的。太快了，我操！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手一激动就按坏了。他们这两个好厉害，虞姬和孙悟空。死了，一碰就给敲死。诸葛亮也傻，一个人冲过去了。火影晚上玩啊！哎呀，坑成狗，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打。这波我坑了。对方孙悟空确实很溜啊！靠，什么都给他打光了。我操！一半被敲死了，太恐怖了！我操！这猴子一半就把人敲死了，打不动啊！那都自残。这孙悟空的出装很霸气嘛，虞姬的出装，反正这两个出装你可以参考一下是吧？到时候自己打的时候也可以出这一套装。这根本不好出门啊，一出门是找不到野怪刷，就给他那个猴子大打死。我们刷个龙吧，没有东西刷，只能刷龙了。我操！这野怪被清的这么干净啊！还让人怎么刷挂刷大呀？只能偷了。没时间开大，我操！我怎么卡住了？二技能没有掉了，这一直被动防守不行啊！他我技能刷不出来，要找个地方刷。这可真是打了六个六，三个六，
这野怪怎么清的这么干净？我就郁闷了，一个也不留啊。他们也要守家啊，所以说 ，AS， 开溜吧。哎呀，要死了！前有狼，后有虎的，没地方跑啊！操，前有猴子，后有虞姬。对面两个这个输出最高的，我靠，我们被虐的不要了，我操，这死猴子太猛了，好，猴子现在改了一套出装啊，把鞋子卖了，所以说他走路速度变慢了，我也要把鞋子卖了，然后搞一个，你们不是会出制裁吗？我也出制裁。哇、哦啊，好痛！我、哦、操，鲁班要死了！有没有给我留一个蓝？赶紧把蔬菜打了！哎呀呀呀！惩戒换少了，这个安琪拉太贱。快快快飞呀、啊！我操！哇哈，又死了！他压根没地方跑啊！这把输了，这个小龙没人守的话就麻烦大了。能坚持十几秒吧，坚持十几秒，我来守家了。他们要一波攻进去啊！这诸葛亮老乱大，乱换大。这又是一个漫长的战斗啊！但挑不过猴子的，有猴子，有猴子，又死了！他
他老了，老是带猴子，一般就敲死了。这小乔和那个鲁班伤害都是蛮高，非常高的啊。小乔扔一扇子，他们一大半血都去光了。这局打的怎么这么长时间？对，我要去偷了，我操！这样子来来回回拉锯战又打半天，偷塔只能靠我了，我灵活一点的，好偷一点。等一波路线呢，他们应该现在都回城了啊！我去打主宰，不打暴君。哦，已经被我们小兵都推的差不多了。看到那个安琪拉开大，赶紧跑了。我感觉我回城一下吧，我打不过上面，偷不了，我就回城是吧？那个孙悟空要偷塔，但光靠我好像也守不住。去打主宰。可以又改成破军，还有什么魔女斗篷？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复活也要死，哎，总算是赢了，这打得太久了哈。又是半个多小时过去了，坚持这么久，每个人都点个赞，虽然分数都不高。对面杀的人确实好多啊，但是后期不行啊。我是纯粹瞎搞啊，反正也没什么。练习李白练的啊，那就先到这吧。